大家好，黑暴事件持续一周年，他们搞到社会乌烟瘴气，人与人之间互相撕裂、另外令到社会经济下滑，失业率高企，起底行为更加让到市民每天活在一个恐慌之中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高 Sir 很开心可以见到越来越多市民都敢出来勇于发声，尤其是高 Sir 的清洁行动，越来越多义工去出来帮手清洁香港、期望、我们可以更加团结一致，可以来紧立国安法之后，第一可以去惩处政棍，第二可以惩处黑暴，第三就是可以维护国家安全，咁兼夹咧就系可以咧踢走一啲咧政棍啊！即系我哋一齐加油，咁啊希望咧即系我哋让到香港社会咧可以回复到咧佢以前去充满爱、充满和谐，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系彼此系要有互信，同埋咧互相尊重嘅社会，好嘛？加油！